十二年前，你将莲花从分出来，可是灾祸连连，你的眼睛还没有好转。你出来了，已经好，但不能解。来来来，皇室长公主，百花不放过。看一下，快点，这个人太鬼子了。不是法师，这就是丞相，也是他，亲自守城，莲花封下。把肚子压死了，站得住。杨戬，听说你懦弱得很。下，放下。杨戬，放下。剑，拿走。发天下威。